那么今天的体坛动态呢，我们也邀请到资深体育主播亚里哥来到现场帮我们分析。亚里哥好。西尼好，大家好。好，那当然了，这个现在今天要讨论的当然就是亚运了。我们知道说距离亚运这个棒球这个相关的项目其实剩没有多长的时间了，包含像是棒球中华队的旅外还有业余的选手呢，其实也已经在天母棒球场来集训哦。接下来两天还会加入中华职棒的明星球员。那么教练也说了，的确今年亚运的目标就是要夺金哦。当然大家可以想象最强的劲敌其实就是日本跟韩国。站在投手丘上，猛力一投，各自站定自己的位置，练习防守。棒球中华队21号上午在天母棒球场展开为期3天的集训，备战接下来的杭州亚运。我是有这样认为，但是现在目前为止还不了解，因为他们有的都刚来报道而已，所以还是要这段时间赶快去整合了解他们。被称为是近3届亚运以来最强的一届，因为除了中华职棒几名明星球员之外，和旅外的选手，其中还包。含2019年的 U18四名冠军投手李浩宇、王彦辰、林玉明和潘文辉想要再次替台湾夺牌，我觉得很大不一样哎。可能你 U18的时候，大家在聊一些很幼稚的事情，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啊，自己的技术层面这样子，就比较成熟。其实台湾棒球项目在1990年的北京亚运也夺下金牌，只是当年是示范赛，并没有纳入记录，所以上一次亚运夺金已经是2006年的杜哈亚运。今年的阵容也被看好能拿下冠军。当然，我们目标就是要夺牌嘛，那能够夺到哪一个牌，就看临场表现。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这个真的蛮强，阵容蛮强，就也不敢保证说会打冠军，可是我们目标就是冠军。毕竟中华队一直以来的最大劲敌就是日本和韩国队，而杭州亚运棒球项目10月1号正式赛程开打，分 A、B 组，而中华队预计在小组赛中就会先对上韩国队的全职业明星阵容，希望能晋级循环赛，成功夺牌。TVBS 中颖伦、钟荣轩台北采访报道。好，那我们知道这个中华队在亚运上一次夺金的时候，其实已经是2006年在杜哈了，已经其实距离有一段时间。那我们看到说这一次中华队是由林子伟来领军哦，那他这个过去在大联盟有担任过蹲捕的位置，这一次也有可能还会重操旧业。但是我们知道他从这个国外回来之后，其实打击状况不是非常的理想，所以外界也是持续来关注。那我们刚刚讲到南韩跟日本算是这一次比较大的劲敌哦，日本这一次虽然是社会人，但是实力还是不容小觑。南韩则是希望可以力拼4连霸，但是南韩也讲了要击败台湾队才能拿下金牌，所以想要请教亚里哥哦，这个中华队在这一次有望夺牌吗？得牌当然是有希望的。那当然刚才也讲到，我们上一次在亚运会拿下金牌已经是要追溯到17年前2006年的卡达杜哈亚运了。还记得，很多老球迷应该还记得，在那一年的杜哈亚运啊，在中东的那个沙漠里面打的那一项亚运棒球赛，场边放的音乐是我们台湾的修霸掌，一边有修霸掌的歌声，然后那一年的大师兄林志胜帮助我们中华队在亚运的金牌战，最后是8-7啊击败了日本啊，拿下我们史上第一面的亚运棒球金牌。哇，很多球迷虽然已经过了17年，但是很多人都还记得当下的那一刻，还有当时的那首歌《球霸掌》。那拿牌，就像刚才欣欣讲，我觉得拿牌不是问题啊。就像吴思贤总教练讲，只是看拿什么样的牌。我记得我刚入行的时候，那个时候去采访1998年的曼谷亚运，那个时候的中华队虽然是拿牌了，拿到铜牌，但是因为那个时候输给了有普赞号的南韩，所以那时候回来被骂得满头包。那个时候那个媒体还一直要求中华队把得到的国光奖章的一个奖金，每个人50万是要捐出来给国家来发展棒球运动。拿到铜牌，我觉得对于国内期待是远远不够的。那这一次的中华队包括了我们中华职棒的好手，还征召了旅外的一个好手。刚才在画面上新闻带里面也看到，征召我们这个21岁的年轻左投林玉敏。林玉敏今年他在整个响尾蛇队的一个小联盟体系表现得非常好。他原本开季是在 1A 球队，但是在整个7月份的时候，球团就把他升上 2A 了。他在今年他替自己设定两个目标。这名年轻的左投他说，希望今年在小联盟赛季能够投超过120局，投出超过95英里，也就是超过155公里以上的一个速球。而这两项目标林玉明都达到了，而他现在在整个响尾蛇的一个小联盟体系的一个新秀排名已经上升到了第4名。当然我们这一次啊征召了
五位的旅外选手，除了林玉明之外，另外还有红袜队二 A 的这个刘志荣，另外还有费城人队今年曾经投出过161公里火球的潘文辉，另外还有海盗队的陈柏宇以及效力日本职棒的王彦成。我们这一次不仅是有中职的选手征召旅外选手，另外还有包括上一届在雅加达亚运，还记得吗？上一届亚运虽然我们只拿下铜牌，但是我们在小组赛曾经是以2-1击败过上一届的雅加达的金牌南韩。那一场比赛，我们最强的银行员吴申峰这名投手，他到现在还是业余啊，他现在还在和库队担任这个业余的一个球员。不过这次36岁何申峰仍然是要来带领我们这支中华队，扮演精神领袖这样的一个角色，来希望我们这次的棒球队能够有好的成绩。不过这两天棒球迷们比较在讨论的聚焦的一个话题是魏全龙的林凯威，这名投手啊，因为前一阵受伤，是那个中华队就没有选他，结果没有想到在中华队要出发前往这个杭州的前夕，林凯威现在又好了，又可以打中华职棒的比赛，所以很多球迷想说林凯威到底应不应该要强力征召他来打中华队，这两天是有蛮多讨论的。是没错，看起来听亚里哥讲，我们这一次这个中华队来亚运来比赛，看起来实力是非常的坚强的、那么像是刚刚观众朋友苏世雷也说，主播问夺牌讲的有点唏嘘，没有，我们就是觉得说中华队的确是有可能会夺牌，当然也希望可以夺下金牌。那我们来看到说这一次除了中华队之外，另外还有羽球的项目也是大家觉得可能是夺牌的热门哦，包含像是这个我们的羽球天后戴资颖哦，上一届为台湾摘下羽球的首面金牌，目前呢她是世界排名第4名哦，羽坛的一级战区虽然说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激烈，所以大家也不确定说他有没有机会夺牌。想要请教亚里哥，因为我们知道说戴资颖他其实在最近几次比赛对于世界排名前3名的这个选手对上来，感觉戴资颖的表现都不是非常的理想，所以想要请教说他这一次您怎么看呢？他有望可以再度拿下金牌吗？小戴已经29岁了，他也讲到今年的雅加达亚运还有明年的这个今年的杭州亚运还有明年的巴黎奥运很有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来为国出征。那29岁戴资颖，我们讲到在女子单打羽毛球有所谓的 F4， 南韩的安喜盈，日本的山口茜，中国的陈雨菲，加上台湾的戴资颖，并称为这个女子羽毛球坛上面的 F4， 而这四个人里面小戴年纪最大的29岁，安喜盈只有21岁。哇，安喜盈在今年已经是打破了戴资颖过去单年巡回赛拿下8冠的记录，安喜盈今年已经拿下了9座的冠军，那下一个目标就是要挑战史无前例的单一年度10座冠军。那小戴在今年的整个中国超级赛当中虽然也打到了4强，不过最后还是输给安喜盈。那今年加上今年啊，这个最近的小戴对上安喜盈已经是吞下5连败了。我们知道戴资颖在上一届的雅加达亚运是为我们台湾拿下第一面亚运的羽毛球的金牌，而在亚运过去的单打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卫冕过女单的一个金牌。你想想看，中国那么强，或者印尼那么强，对，马来西亚，很多国家都很强，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亚运完成连霸。当然，小戴今年要完成连霸，难度是非常高。我们刚才讲到了，不管安喜盈、山口茜或者陈雨菲。中国也有地主的优势，我觉得对于小戴来说，这个都是严酷的挑战。我觉得其实就是放轻松去打，因为在先前的香港公开赛，戴资颖也传出有受伤的一个问题，目前还在休养当中。我们当然希望小戴能够恢复到100%，而且小戴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是，他为比赛做准备，他是不会去看录影带。他说：“我为比赛所做的唯一准备就是如何减少我临场的一个失误，因为他觉得他只要输掉比赛，一定是输在自己的失误，而不是对手表现得多强。所以，如果小戴能够以100%的一个状况来到杭州亚运，然后有效控制自己失误的话，看看能不能达成有史以来亚运第一个能够卫冕单打金牌的。”是，那亚里哥想请教您，觉得这个林洋配李牙跟王麒麟他们其实奥运之后有点陷入低潮，这一次呢有希望吗？其实单打还有一个另外男单周天成，周天成在5年前的雅加达他也是打进到了最后的决赛，虽然最后没有拿到金牌，但是银牌也是我们过去的一个最佳成绩了。周天成比戴资颖年纪更大，33岁了，今年的世界排名现在也掉出了前10名之外，不过我们也希望周天成自己讲了，他现在不是靠体力，因为过去的小天他世界排名最高曾经来到第2名哦。那过去他在场上的一个是肯拼肯缠，防守非常的好，但是33岁的周天成他自己也讲，今年来打
杭州亚运他要打的是经验，因为他比年轻人唯一有占优势的地方就是他的经验。我们也希望周天成看看今年能不能有机会啊，再度复制他在五年前雅加达亚运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当然上一次在雅加达打进到16强的另外一位王子维，如果他能够克服体力的一个毛病，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再接再厉。那刚才讲到林洋配，在五年前的雅加达亚运的时候，李洋跟王麒麟两个人是跟不同的搭档哦。那个时候记得李洋还拿下了一面铜牌，不过在雅加达之后这两个人做了一个新的组合，反而替我们中华台北在东京奥运2021年拿下了有史以来第一面金牌。虽然从2021年之后啊，最近这两年林洋配感觉上是有点陷入低潮，不过今年七月他们在整个日本拿下了魁违已久的冠军之后，在接下来澳洲又打进到四强，他们现在已经感觉上慢慢在调整自己的状态了。那亚运如果能够调整到状态的话，我相信对于明年的巴黎奥运他们卫冕金牌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是，感觉现在这个有一点算是有点暖身的感觉哦。那我们来继续来看到这一次夺牌的，刚刚讲到了棒球、羽球，现在还有可能的，以比较有大可能的，对，就是乒乓球、桌球了。我们知道说这一次呢，领军的是这一个元老级的庄智渊哦，他过去呢在2012年伦敦奥运男单拿了第四，那么这一次呢，当然也希望可以缴出好成绩。另外还有在这个奥运一战成名的小林同学林云如呢，他这一次也是认为说，哎，四个项目都有夺牌的希望是还很大的、哦，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想要来请教亚里哥哦，这一次桌球的部分，小林同学有望摘金吗？因为我们知道说他过去长时间都是在中国来训练的，是，所以感觉好像也还蛮厉害的。讲到乒乓球这个项目啊，当然今年杭州亚运在中国举行，乒乓球原本就是中国的可以说是国球等级的这样的一个运动，他们绝对不会让所谓的一个男单金牌或者是单打的金牌有机会落入别的国家手里啊！我觉得林如今年虽然是要挑战这个亚运的这个首金的话，不过我觉得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不过我们先来谈一下庄智渊，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我刚刚讲到我那个时候采访的这个第一次亚运是1998的曼谷亚运，是那个时候庄智渊第一次代表我们台湾出赛，那个时候他几岁？17岁。现在庄智渊几岁？我们叫桌球教父了，42岁了，七朝元老啊。在这一次亚运代表队里面，只有不定向飞靶的林一军跟他两个人是同年次，两个人都是亚运的七朝元老，真的是不简单。今天在9月22号亚运的团体赛刚刚才落幕，今天男团跟女团都打了两场比赛，我们非常恭喜就是庄智渊跟小林同学的男团今天先赢马尔蒂夫，刚刚又击败了哈萨克。那女团郑怡静这一边呢，那虽然第一场比赛也赢了马尔蒂夫，不过第二场比赛跟这个北韩大战5点，就很可惜最后输下阵来。不过不要气馁，我觉得接下来单打混双的部分，我觉得我们中华队这一次的代表队实力是强的，是也是足以让地主中国队要做好一切的一个万全的一个准备，是看看小林同学有没有机会突围而出。是没错，我们也希望这个桌球可以打出不错的成绩。接下来另外我们刚刚看到羽球、桌球还有棒球，接下来还是有一些项目呢是这个很有机会来夺牌的。我们来看，包含像是体操项目，李智凯、鞍马王子哦也是非常有望。另外像是柔道，杨永伟呢，柔道60公斤级，杨永伟也是有望夺下金牌的。另外还有跆拳道50公斤级的罗嘉玲，举重当然不用讲了，50公斤级的郭幸淳哦。想要请教亚里哥，你觉得接下来这些项目有没有机会？哪一些你觉得比较看好，有机会夺牌的？今年的杭州亚运在疫情的影响之下晚了一年才举行，所以跟上一届的雅加达亚运中间相隔了足足有5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知道上一届雅加达我们拿下了17金、19银、31铜，写下我们参赛亚运史上第二好的成绩。最好的成绩是什么？我要提到了1998年的曼谷亚运，那一年我们拿了19面的金牌。那上一届雅加达亚运真的很不错，拿下17金。不过上一届的17金里面，除了戴资颖的羽毛球金牌，那另外软网金牌，另外我们在射箭项目还记得吗？我们的汤智渊同学，那个时候我们的射箭项目在整个亚运也是大丰收，所以上一届那17金等于是已经是有点超标、超乎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了。那5年后的今天杭州亚运，要知道我们
台湾从过去的中华民国参赛亚运史上到上一届的雅加达亚运为止，我们现在金牌的总数已经来到几面，你知道吗？我不知道。99面了。哇！所以今年只要再拿一金，我们在亚运参赛史上的金牌就可以来到100金。是。所以就看看这100金到底会出在你刚才讲的这么多选手，对，到底哪一位？会不会是郭幸存呢？对。或者是这两天会有其他的选手就会拿到金牌？其实你刚才提到，包括杨永伟，那包括了我们刚才这个游泳的男神王冠宏。对。王冠宏也是这一次我们亚运代表团在明天23号开幕典礼进场的一个掌旗官。对，在这个杭州亚运的官网上特别介绍王冠宏这位游泳选手，说他是这个台湾来的韩国欧巴。对, 对，长得蛮帅的，很帅。所以那个大家其实可以上杭州亚运官网看看，对于各国的选手其实介绍都还蛮详细。明天晚上的一个开幕典礼晚上8点钟开始，其实可以透过转播来好好看一下这次跟我们台湾零时差的杭州亚运。我们这一次代表队可以说精锐尽出，我们派出了超过520人这样的一个大代表团哦。如果加上队职员的话，我们有超过700人这样的一个大团，史上最大团。我们当然希望看看有没有机会突破1998年曼谷亚运的最佳成绩。10金，我觉得是一个门槛，是我们体育署设定的一个基本门槛。如果能够超标，像上一届的雅加达一样，来到20金的话，我觉得那就是大丰收了。是没错，像是这个很多观众朋友呢，刚刚讲到。羽球 Lucas 说，当初看到林洋赢得冠军都从沙发上跳起来哦。陈良也觉得说他也是哦。当然了，大家都希望这一次亚运可以再缴出更好的成绩。那我们也非常谢谢亚里哥今天来到节目现场帮我们分析，谢谢亚里哥，谢谢欣怡，谢谢大家。TVBS 新闻直播回到 YouTube 频道了，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